路牌。嗯，旺财，这块路牌是啥意思？这块路牌的意思是前面是三岔路口。哎呀，你们的这块路牌好奇怪哦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前面是羊肠小道。我们可然是不同世界的。倒茶礼一。带头，带头，我们来看呀。我只是小感冒啦，但是你都来看我了，好感动啊！大家寒舍离群，小弟给大家泡茶。我们白痴村里给客人倒茶可是很有讲究的哦。比如像糯米团这样的一般朋友，我是这样倒茶的。谢谢。比如像旺财这样的好朋友，我是这样倒茶的。谢谢。倒茶礼二。比如像给老爸这样的长辈，我是这样倒茶的。谢谢。也就是说，给越是尊敬的人倒茶，就要把茶壶举得越高。哇，好淳朴的风俗啊！没想到白痴村还是礼仪之村呐。不知道呆头你会怎么样给老师我倒茶呢？快要成功了，再来一次。你怎么磨蹭那么久？扫子架好了吗？哎，扫子早就做好了。